来，敏弟。哎呦，走，下车。接着带我家敏弟去洗个澡。敏弟马上过生日了，这身上也脏得不行了，好久没给他洗了，年前给他洗了，到现在了，全是黑米的口水。洗白白，洗干干净净，好好过个生日，是不是啊，小敏弟？啊，是让他整整一年了。去年的3月4号第一次见到他，所以说我就把每年的3月4号定为他的生日。说的不好听一点，他的生日真的是过一次少一次。所以说今天先带他去洗个澡，把他洗得干干净净的。走，来，来进去。哎呦，滑了一跤。我想就有勇气偷吻你的脸，你是人间金色鲜花一朵，所有的美好围绕你左右，没有谁能抵挡你的眼眸，一眼就深陷其中。爪子又抬起来了，你看这个样子。放下，稍微给他脖子这里，脖子要小一点，对，脖子小一点啊。哇，他洗完马上又换了狗似的，是不是小米粒？就一天，我想就能趁机送你到你家门前。如果就再弄一天，我想就快剪完了，这全是它的毛。哦，这么一大桶。尾巴跟一朵花似的。好，米粒的衣服还有这个驱虫药拿着，洗完澡衣服一换，然后驱虫药给他一滴。叫什么啊？你叫什么？对啊，老是穿粉色衣服，穿粉色好看。好了，走，明天那洗干净了啊，看到洗得漂亮了吧？新衣服换上，收拾好，毛一剪，是不是？准备和小米粒过生日了。现在谁能看得出来啊？小米粒是一年前我收养的流浪狗，谁能看得出来？根本看不出来，是不是？哎呀，看一下这牙，就可怜的，看没看到大家啊？来这边，镜头上给家人们看一下，那牙。没剩几颗了，地包天的牙掉的没了，快！好了，走回家，马上给我米粒好好过个生日啊！走吧，走吧，小米粒，到家了。来，米粒，你告诉我，啊，你是怎么把衣服脱了的啊？我看，这个也脱了啊，这个也脱了，独臂大侠是不是？他把他这只爪子揣到这个袖子里面去了啊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哎，来来来，衣服穿好，穿好咱们回家。去吧去吧去吧。哎，一开始跑没了，去吧去吧啊！黑米，我警告你啊，别动他，你敢给他洗口水浴，你完了，黑米。我就看你这苗头就不对啊，黑米。回到家绝对是先秀，感觉味又不对了，是不是？身上又没有你的口水味了，坏！你别欺负人家黑米。看这米粒坏的衣服脏成这样，明天给他洗一下，把这个给他带上。这个是微微给米粒买的驱虫的，带他的身上，这个特别香，带他身上。黑米，倩倩这个样，
你别招惹家伙，黑米。我刚给人洗的澡，这是为做生日准备的，你别弄他。你再敢弄他，黑米啊！你，黑米，你别没完没了的招人烦啊！你看人家有多烦你。他气的，他就觉得米粒身上的味儿不对啊！你别瞪人家，你把你爪子放下去。你啥意思啊？那米粒其实凶不凶？也凶。但是米粒不咬，黑米也不会咬他。行了行了，你行了，你行了啊！够坏的，你别欺负人家，老想给人洗口水浴，每次洗完澡你就是死皮赖脸啊！你这脸还要吗？人家不想搭理你，你别死皮赖脸缠着人家。黑米，我警告你啊，自己睡自己的，你睡你的，明天睡在上面，你别闻，别嗅了。真不要脸，黑米，人家去那个你去那个，人家去这个你去这个。那我看一下，咬伤没有？没事。我告诉你啊，还好米粒没牙。黑米粒如果有牙的话，我告诉你，这块皮能给你咬烂，知不知道？让你再欠黑米，你就欠，你就弄人家啊！每次洗完澡回来，你都老想给人家洗口水浴啊，人家很烦你，知不知道？啊，可欠呢。我刚刚看了一下，没事，没咬住。黑米也皮糙肉厚的，主要是黑米欠，他要不去招惹人家，不去老想着给人洗口水浴，人家会咬他。没多大事，他俩经常这么闹着玩，主要是米粒也没牙，那牙口前面掉的都没剩几个，所以说这点伤对黑米来说就是不痛不痒的，一点事没有，这点请大家放心吧。